的就是娱乐，就是要健康。我是怡佩，今天我们的摄影棚当中呢，充满了年轻的气息，因为我们来了两位呢，算是中华职棒。要说到啦啦队，他们是第一把交椅，就是 Lami Girls。来了两位呢，是非常可爱，听说他们的厨艺也还不错哦。来欢迎的是 Ellie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ami Girls 的 Ellie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欢迎的是慧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ami Girls 的慧慧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我们欢迎的就是我的好朋友营养师刘颖营养师。Hello， 大家好。还好没有叫，我本来想叫你姐，对啊，要揍你，对不对？哎，我想要问一下 ，Lami Girls 现在就是算是中华职棒四支球队里面，你们的啦啦队是成员最多的，没错，阵容最庞大的，最大，一字排出来呢，就站不满，站不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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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通常你们譬如说出去表演一次，大概都是几个人出去？其实我们不一定哎，就是如果有比较大的场合的时候，我们会动员全员出动。对，但是如果像比如说今天就是派我们两个哦，对对对，因为听说你们算是你们那一队里面最会做菜两位，是不是？有这种事？我怎么没有听到？我是最会做菜，他会，他真的很会做，然后我是爱做，但我不敢说我很会做哦，真的。所以慧是很会做菜，他超会，我超爱做菜，然后就是自己会做菜啊，然后拍成料理的影片，然后po在我自己的网上，这么厉害，他很强。所以你平常要练舞的之余，还要回家拍做菜的东西，对，就是练舞之余的兴趣就是做菜，做菜，做菜。哦，关在厨房一整天。所以你都做什么料理嘞？不一定耶，但是我很喜欢做泰式。泰式，所以你是泰国人吗？我啊，什么迪卡，什么迪卡，大家知道。所以你喜欢做泰式料理，那其实蛮特别的。因为我喜欢吃酸酸辣辣的东西，所以我就自己去研究了解。那 Ellie 会做菜吗？我就是你知道，我专攻黑暗料理界，就是把东西搞得很难吃，也不一定很难吃，但是我喜欢把料理有创意的，我喜欢把东西混在一起。哦，就是比如创意料理，对，想吃个泡面啊，大家就是。很简单的加调味料，我可能就要加个，没有，可能豆瓣不是那个什么豆腐乳，我想豆瓣酱，豆腐乳或是一些就是大家想不到的东西，我会把它加在一起。对对，或者是加个吐司，可能草莓酱，但却加蛋。好诡异哦！你没有办法想象出那样子的味道，他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。对，因为刚刚其实哦，你们有一位声名非常就是很厉害的一位，算是老板吗？嗯，鞋子哥是老板，没错，对，重量级。鞋子哥刚刚其实有带他们通告哦，但是刚刚就是假借着就是说我们还没有要录影，然后赶快把他赶走，打发走。他平常会很严格吗？他是他很注重小细节的人，对，所以。比如说我们已经是女生了，她比我们还要更女生，因为她是双鱼座的。是的，就是包括我们的服装仪态，还有我们的谈吐，或者是表演，她很讲究，也很要求。可是她为什么要管到那么细的东西啊？她是 boss， 你不懂吗？ OK， 因为我们的形象，我们的表现其实代表她，代表整个公司，就是她是一个要求完美的人。是，对啊，因为也为你们好。对啊，你说你们被粉丝拍到一些奇奇怪怪的照片，其实她这等于是帮我们把关。对。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呢是要做料理啊，因为两位其实对料理都蛮喜欢，那对小朋友喜欢吗？喜欢，感觉又没有很喜欢，说不出。我会不会哄小孩？我喜欢玩别人的小孩。对对，但如果自己要自己的小孩，我可能就会每天揍他吧。哦，真的，我觉得别人小孩很可爱啦。是，会会嘞，可爱的小孩，就是因为我妈妈是保姆，所以我比较长时间会跟小孩接触在一起。哦，所以就还蛮能搞定小孩。对，待会小孩如果搞不定，就派你去。好，交给你了，我尽量好不好？好。那当然了，进入我们今天主题之前，我们要来看一则新闻，因为最近啊，你说天气其实变化，气温落差很大嘛。那最近有寒流要来了，那如果你家中有年纪大的长辈要注意，因为根据医学统计哦，注意喽，如果气温下降到15度以下的话，中风的几率会提高20%哦。就像很多只蜜蜂一直在扎你一样，就是很多针。整把的针这样扎你。吴先生沙哑的声音和不时疼痛的左腿，都是4年前突然中风的后遗症。周遭的生活作息饮食，我没有特别的不良习惯或是什么事啊，我也没有不烟不酒。那我倒下来的时候，其实比我胖的人，或是吃的比我重咸的人都很害怕。根据研究，除了高血压患者是高风险群，天气越冷，中风风险就越高。当气温降到15度以下，中风几率可暴增2-3%。如果某一些人他可能血管已经有一些疾病在里头了，他的适应能力变差了，
天气变化的时候就有可能适应不来，好，那就有可能有中风。近年来国健署也积极推动可以辨识中风的 FAST 口诀，如果脸部表情、肢体动作等出现异常，就要在2小时内送急诊，希望提高治疗率。医生也提醒民众要注意保暖、饮食清淡、规律运动，才能有效预防中风找上门。记者谢君中、万千华新北报道。其实每一年在冬天的时候，医学很多新闻都会提醒大家说，哎，天气变冷的时候，老人家真的要注意哦，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最好要注意哦。早上起床的时候，你不要一下子蹦就从床上跳起来，可能会有突然中风的一个疑虑。那跟我们今天的主题食材是木素芽。中风跟木素芽有什么关系？好，其实现在不只是老人家会中风，很多那个科技新贵跟那个，因为他们加班时间都很久，对，早上又很早就要起来。冬天的早上其实是血压最高的时候，对对，所以其实早上起来一定要第一件事，其实是要披外套。就是其实是要披外套，有时候去北湖啊，一直赖床来不及，赶快叫起来。洗脸什么的，其实很危险。但是早上很多救护车，你会发现都在凌晨大概4、5点的时候，救护车最多。那就是因为很多人在这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小中风。是，所以今天其实木素芽对我们来讲的话，其实第一个呢，它是蔬菜类，所以它热量非常低，又富有膳食纤维，对，可以帮助你把所谓的一些，比如说像有些人会中风，原因是刚刚有新闻有提到血管塞住，是有点像是你们家的水管被塞住，它血液流不过去，它可能就阻塞，容易引起中风。所以木素芽膳食纤维有点像扫把一样，它就把这个血管扫干净，它把那些油脂把它扫掉。了解。对，然后第二个就是它里面其实很丰富的钙跟镁，那这个其实对高血压的人，尤其是你长期比如说熬夜工作的，那有的人他是真的是因为这样压力大而导致高血压，对，并不是因为他太胖哦。像有的人他是瘦瘦的，但血压很高，那有的是家族性的，有的是遗传性的，或者是说压力大的，那这时候木素芽的钙跟镁其实是很重要的，了解，可以帮助血压，稍微可以让它稳定这样。所以高血压的人也可以多吃木素芽。木素芽，对。Okay. 那小朋友也可以哦，小朋友因为他其实小朋友才不爱木素芽，有一种味道，臭还是什么味道？菜味。对，所以你们两个等一下要想办法，因为小朋友他其实，在木素芽里面他很特别是。这个蔬菜里面有一种，就是它有一个氨基酸叫脯氨酸。脯氨酸大家比较少听到，其实它对小朋友的成长发育来讲，它是可以帮助小朋友成长发育，帮助蛋白质吸收。因为有时候你吃蛋白质，有时候小朋友可能喜欢吃一些炸鸡啦，或者是说一些比较比较不好的蛋白质，吸收率比较低。那相对你可能要补充一点那个脯氨酸类的食材，那木素芽就很好的选择。蛋白质吸收之后，它可以帮助小朋友成长发育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倒是可以跟一些肉类啦，或者是一些小朋友喜欢吃这种油炸的东西，其实可以一起搭起来。可能是近几年来很多人就推广什么生机饮食，要吃有机的。那你说现在在市场上，其实木素芽会被运用在，譬如说包在润饼里面。对，感觉好像很健康，包了一大堆芽菜进去。但是我有问题是说，木素芽这种东西看起来干干净净、白白的，它到底要不要洗？好，其实正常如果说这个木素芽呢，因为通常都是从工厂里面这样大批大批的缴货。对啊。那如果说这个工厂它整个设备流程其实如果是安全的，其实就它是标榜不用洗的话，其实我如果是我建议的话，家里有小朋友或老人家，其实建议要洗。那怎么洗？就是至少你用开水，因为你其实很多像怡佩你讲的，对，可能有的人会打成精力汤，有的人做成春卷面，所以它其实是现吃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所以其实我建议第一个，你除了生水稍微洗过之后，你要用开水。就是开水可能要稍微把它整个就是淋过，让它整个变成是温开水，是热的吗？你如果说你要做热的菜，你当然是用热开水可以烫，但是如果你要包在那个春卷啊，或是打成那种精力汤，其实你就要用一般的开水要烫过，因为主要我们不要让小朋友喝到生水。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木素芽，如果你不确定它的来源 O 不 OK， 有时候它里面可能有一些大肠杆菌，所以其实有时候吃完会拉肚子。对，所以很多人都说，我以为芽菜类都可以生食，对啊，不是强调说。那种什么东西吃生的感觉就是会比较厉害，然后很营养不会流失干净。其实你知道以前不是大家都会说啊，女孩子吃很多的那个生菜都会手脚冰的，然后什么肚子会痛啊，拉肚子。对对。那其实一个原因是你可能都吃到没有洗过的生菜，所以
其实建议真的还是要洗干净。对，而且如果你家是有老人家或是小孩子，建议还是稍微穿穿烫穿烫过就好。那如果你要做就是凉拌的话，你稍微穿烫一下放凉就 OK 了，也可以。哦，这大家真的要注意，我一直以为芽菜类都可以生食，对啊，尽量还是尽量还是洗过或烫过。了解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的主角就是木素芽啦，所以今天两位都帮我们选了一道料理，没错，那待会一一的来翻牌哦。好的，好，首先。Ellie 准备的是什么呢？我准备的，我觉得很厉害。哎呦，叫做，噔噔，尾鱼木素柳城中。嗯，因为其实我觉得它本身有一个味道。对。那我现在就是利用尾鱼跟我们的那个柳城，对，尽量把它味道盖过去。是。然后因为柳城本身又美观，就把它当作是我们装食材的那个。碗，所以你的切工真的有办法弄成一个提篮吗？我是不知道怎么制作单位帮我准备这张图啦，但是我可以尽量的把它呈现出来。哦，对，但是我觉得重点是我想要把那个木薯芽味道盖掉，然后让小朋友一看到它就会觉得，哎，好像是柳丁，对对，就一个视觉上的一个效果，让他们模糊。到我们主要食材，对对对对对，了解。而且重点是最近柳丁也丢席啊，对对，刚好冬天柳丁盛产，维生素 C 最高的时候就是在冬天了。哦，对，所以你很聪明哦。哎呦，接下来，我的也不赖哦。慧慧没在怕，因为她平常都在做菜。来，慧慧准备什么？我今天要准备的是优格蔬果杯，这个看起来就很简单呐。这个我跟你说有小心机藏在里面，就是因为小朋友比较不喜欢吃蔬菜类，对，所以我今天就选择很多很多大量的水果，对，然后来把它加上那个甜甜的优格酱，优格沙拉酱，是，然后小朋友就一定会喜欢吃那个甜甜的感觉，然后再放在这个一个像一个杯子里面这样子，然后看起来就很可爱，有没有？可爱，所以我的比较厉害，没有没有，所以两位其实都是用甜点来 PK， 对，就是，所以我们今天有点知道是你们两个就是要大对决的感觉，是，一定要分裂。好，赶快来介绍我们今天的四位小朋友。首先介绍就是我们的班长，我们的阿奇，哇，还有介绍 Star， 可爱的乐乐，还有 Anna， 哇，两位小男生，两位小女生，你们看到？好可爱哦，乐乐的头发可以说是现在最流行的，时代尖端，没上刘海，对啊，短刘海耶。我们在说你很可爱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好，今天四位小朋友要当你们两个的小帮手，要来 PK，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明星亲子料理 PK 赛。好，首先是 Ellie 要先来帮我们做尾鱼木素柳城粥，那准备的食材有哪些呢？柳城一颗，木素芽20公克，水质的尾鱼罐头120公克，洋葱末30公克，美乃滋50公克，盐适量，还有白胡椒粉适量。今天派了两位小帮手给你，是我们的班长阿奇，还有可爱的乐乐。乐乐，你要请两位小帮手帮你拿东西，真的吗？好，我相信你们。对，你们认得尾鱼罐头是什么吗？那尾鱼罐头准备好了，我们要拿的是今天的主题是什么？木素芽。好，所以我现在需要木素芽柳城尾鱼罐头。记得起来吗？木素芽，尾鱼罐头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柳丁 ，OK 吗？还要洋葱，洋葱有了，不用洋葱，先帮我拿这三个，这三个就好了。好 ，Go。木素芽，尾鱼罐头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柳丁 ，OK 吗？还要洋葱，洋葱有了，不用洋葱，先帮我拿这三个，这三个就好了。好 ，Go。乐乐一起去拿看看，柳丁在哪里？还有什么？木素芽在哪里？乐乐，很像面的那个，很像面的东西，白白的，在你的切面上面，对，没错。还有嘞，都拿了吗？好，给乐乐拿一个。好，给乐乐拿一个，给乐乐拿一个。好，哇，都拿对了。好的，那你要拿给我。你要拿给 Ellie 姐姐，这里是什么？木素芽，答对。还有呢，柳丁，答对。嗯，跟尾鱼罐头 ，OK。好，好，做法要怎么做呢？好的，首先呢，因为我们今天主题是木素芽嘛，所以我这边要先把它，因为刚刚老师有讲过。最好是穿烫或是水洗，稍微水洗或穿烫。对，既然都准备一锅水在这里了，我就来帮他穿烫一下。是的，那因为这个是我们也是算
有点像沙拉的部分，所以其实时间不用很长，不用太久，对，大概十秒钟。拿数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好，新年快乐 ，Happy New Year，Happy New Year。好，这边可以先捞起来了。木薯条真的很蛮常包在润饼里的，真的有没有？而且它的真的有一股特殊的味道。对，好，好，接下来我们的主角就是鲔鱼罐头。鲔鱼罐头，我们有帮你打开了一个。好，这个呢，应该大家都很好拿到。然后因为它是水煮的，比较健康。嗯，那我们就是这个要加上我们的洋葱以及美乃滋。对。对，那洋葱你要怎么弄呢？切末，末，对，切丁吧，小丁，对，切小丁。那你帮我们切切看，好。因为我怕它会，因为生吃洋葱有时候会太辣。好，这边就把它切成小小的末。好。好，在那个 Ellie 在切洋葱的同时呢，我们先来问慧慧一个问题，然后呢，观众朋友可以跟着一起答答看，这小知识小常识哦。下列何种疾病或症状的患者建议避免食用大量的木薯芽呢 ？A. 关节炎 ，B. 红斑性狼疮 ，C. 高血压，是哪一个呢？是哪一个？避免食用大量木薯芽哦。B.红斑性狼疮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名字比较长。因为我乱猜的。答案是，恭喜慧慧答对了。答对了，是红斑性狼疮。慧慧虽然是乱猜的，对，但是到底为什么？好，其实因为木薯芽本身呢，很多的养生的那种人士其实都会吃它，而且就是量都蛮大的。对，那说实在的，这边的题目出得很好，它写大量的木薯芽。那本身红斑性狼疮它是属于自体免疫的疾病，对。那本身它如果说它吃了大量的木薯芽，木薯芽里面有一些皂素跟有一些成分会影响它，让它病情加重。可是这个其实在医学上面来讲的话，有一派医生会持这样的看法，然后另外一派他觉得还好。对，那还好的情况之下，我们营养师会建议就是，如果你是本身是红斑性狼疮的患者，那你吃到一两口木薯芽其实是没有关系。对，但重点是你所谓的大量，就是说有的人会早上打那个精力汤会加很多，或是他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很养生，加在那个生菜沙拉里面，那尽量就是不要大量吃。对，所以是不要大量了，所以每个东西其实都要适量就好。对对对，但是确实 B 的自体免疫疾病，它尽量就是木薯芽真的还是少少的就好了。了解，好，上到一课喽，大家要注意一下。那接下来我们看 Ellie 哦， Ellie 也是把那个洋葱丁给切好了，完成。好，完成了之后，接下来呢？接下来就是要将我们的鲔鱼罐头，然后拌入美乃滋，因为小朋友应该会喜欢甜甜的味道。对，所以我这边就准备了美乃滋。好，这个我先帮你放旁边。好，不喜欢加美乃滋，为什么？真的？啊，完了，我被拒绝了。对，好，可以吃。就不行吃啊！好，放一些美乃滋。好，然后把它拌一拌。因为水煮的鲔鱼是它会吃起来比较涩涩，对，像那种油质鲔鱼比较滑口，没错，但是它比较健康一些。对了，相对油脂成分也会降低。对，好的，然后拌一拌之后呢，再加入我们刚刚的洋葱。好，加一些洋葱进来。然后洋葱其实是增加它的口感跟提味，所以我们量也不用抓太多。而且那个怡丽每次都说洋葱多营养又多营养，害我现在每天都好想吃洋葱。而且洋葱说实在，生吃营养价值最高。真的假的吗？可是生吃水会很臭。对啊。可是因为生吃它不是会有硫化素的那种味道，其实它就是抗氧化、预防心血管疾病。真的。然后让皮肤好这样子。啊！可是生吃完都不能接吻。那叫对方也吃，大家都一起吃，对，大家一起吃，好，好，那我现在已经拌入我们的洋葱末。那洋葱如果比较起来，生吃是最好。那如果蒸跟炒呢来比，其实应该是说煮的时间越短越好。哦，越短越好。当你没有吃到它的辣的口感的时候，它相对它的硫化素就降低了。但是呢，因为本身如果说小朋友的话，其实我们建议，因为小朋友不敢吃太辣，对，所以其实你可以稍微烫一下，让它的那个辣味稍微流失一下，然后变成甜的。了解，对，好。但是如果大人的话，其实生的，生的其实是最好的。哎呀，好辣的味道。好，接下来呢？
接下来呢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要把我们柳丁当作是我们装盛盘的一个碗，对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先把里面的果肉挖出来，好，先把头切掉，嗯，然后呢，接下来我们的汤匙，好，我拿一个新的，这个头已经干掉了，对，头已经干掉了，我们这边有新的，好，好，然后我们就是沿着它的边边挖，把里面的肉先挖出来。你应该是需要一个碗哦，对，因为它会低汁。为什么？谢谢。为什么要把肉挖出来？因为它要当碗呐。对呀，我们要把它装在里面。挖出来就给你吃啊！哎呀，你们喜欢吃柳丁吗？而且里面还会有留一些，一些柳橙汁，柳橙汁啊。你喜欢喝柳丁汁吗？喜欢。喜欢呢，小朋友都蛮很喜欢柳丁汁，甜甜的。而且是不是柳丁对女生很好？因为柳丁其实维生素 C 很高，所以这道菜啊，我觉得还有维他命。小朋友如果压力，哎呦，而且是不是柳丁对女生很好？因为柳丁其实维生素 C 很高，所以这道菜啊，我觉得还有维他命。小朋友如果压力，哎呦，他说他有维他命 C， 他以后长大资源是不是当营养师？他可以当我学妹，我觉得。哎，乐乐，你怎么知道有维他命 C？因为这样会撑起咳嗽快好，咳嗽快好，哇，谁教你的？你破解了那个柑橘类的迷思，对，真的，因为很多人他其实在感冒的时候不敢吃柑橘类的东西。对啊，不是说什么咳嗽酷酷少的时候不可以吃，对对对，柑橘类，对对对，那主要是不要吃冰的啦，在以西医的角度不要吃冰，因为冰的会血管那个收缩会更也会更不舒服，气管的收缩。但其实维生素 C 很高，尤其是在柑橘类里面，柳丁啊或者是橘子啊。那初期的感冒其实都没有问题，就是说你补充维生素 C， 反而它可以去增加我们的白血球，去对抗我们的病菌。了解，对对对，所以你答对了，你好厉害，他好厉害哦。但是如果说你已经到了中间，譬如说你咳出来的痰是黄黄或是浓痰，应该是没办法。如果是以所谓的中医的理论，它是建议不要吃。但是如果是吃柳丁的话，我们或是橘子，其实它不是都会有白色的络吗？对，那白色的络其实他们在做一些，比如说像中医他们在入菜啊，入药啦，其实他们的皮还有这个络，其实他们都可以用在里面。我觉得维他命 C 应该是要吃原味，不是要吃其他口味的。哦，真的，其他口味，其他口味这样子。OK， 好。所以大家要学起来，要破局柑橘类的迷思。没错。OK， 接下来呢，我们刚刚 Ellie 已经把那个中间挖开了，所以变成这样子。对，里面是空空的，里面是空空的哦。对，但是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是，我们很容易，我故意留底，是因为我们这边很容易。一挖起来，它地头会跟着起来，这边会破掉。哦，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留一点点的果肉在里面是没有关系的。了解，嗯 ，OK， 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刚刚拌好的鲔鱼，我们现在要加进我们的柳橙。哦，柳橙也要用就对了。对，就是一种创意料理的概念。哎，酷哎，酷吧？我以为你柳橙就拿去柳橙汁先喝一喝，没想到你拌进去也可以啦，也可以。没有，可是这样的口感应该会比较，那个味道会比较有层次，有层次感。对对对对。会多了一个柑橘的味道。OK， 好，然后我们这边一样拌一拌。好，好，简单的其实。对啊，就是在家里面可以跟小朋友一起，而且很轻食的感觉，很健康。对，通常自己的话是美乃滋会加少一点。嗯，好。然后刚刚这边呢，我们的木素芽，木素芽来了。对，我们要把它拌进去，但是因为它湿湿的，所以我想要把它稍微沥干一下下。稍微的吸干，因为它会出水，然后因为加上我们的柳橙汁啊，还有美乃滋，它会整个水分太多。哦、OK。对，所以我是会把它稍微这样子压干。哦，稍微吸一点水。稍微吸一下水。好。对，然后再把它放进去。好。其实如果木薯芽加一点柳橙，它的味道那个草味应该就会盖过，然后就用那个鲔鱼的油脂把它盖掉。而且重点是你拌鲔鱼进去，小朋友只会觉得有菜，有菜，里面是有菜菜，然后有鲔鱼，对，不会知道它是什么样的菜菜。对，好，拌一拌，拌一拌之后呢，就可以把它盛盘装进我们的柳橙里了。好，接下来就把拌好的刚刚中间的食材把它放进去，感觉好营养，而且木薯芽好大把哦。我已经把它少放一些些了。好。OK，然后我有准备那个坚果，也是很健康的哦。对对对，然后我们等一下最后呢，上面再撒上一些葡萄干跟坚果类。哦，厉害厉害。
感觉伊莉有在点头，嗯，它增加的除了增加油脂之外，其实它又增加了咀嚼感。其实它这道菜用了两个很好的 Omega 3的一个脂肪酸的来源，一个是坚果，一个是鲔鱼，嗯，所以其实小朋友吃，其实念书的时候吃 OK， 不过压力大，因为我们刚好加柳橙汁，对，所以其实如果你念书熬夜，小朋友其实可以用这一道是来当成它的点心，嗯，放上一些葡萄干，以及撒上我们的坚果粉，就是把它压碎就可以了，嗯，好了，其实蛮漂亮的，对，很美。好，这样子就完成咯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，想不想吃？那刚刚伊莉也帮我们分析过，因为他在一边做的过程，他就一边分析。接下来就换要跟你 PK 是一位会做菜的，欢迎 Lami Girls 的慧慧上场。接下来就换 Lami Girls 的慧慧要帮我们做这个优格蔬果杯，而且看起来很漂亮的。用的食材有哪些呢？木薯芽40克，原味无糖优格3大匙，柠檬汁1大匙，蜂蜜1大匙，苹果1颗，香蕉1根，草莓3颗，奇异果1颗，葡萄干少许。哎呦，有用到很特别的东西哦。馄饨皮3张，砂糖少许。好，派了 Star 跟那个 Ella 当你的小帮手，请他帮你拿3样东西：木薯芽、还有苹果跟奇异果。Go！ 木薯芽、苹果、奇异果，很简单。木薯芽、苹果，还有苹果，苹果。Wow！ OK， 超快速的，耶！ Yeah！ 谢谢。好，木薯芽有了，苹果，还有奇异果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好，那接下来要怎么做呢？接下来我们就先把那个，这个馄饨皮，你木薯芽要不要先烫啊？我们要先来烤馄饨皮。那你木薯芽要不要先烫？先烫吗？对，好，我先帮你烫木薯芽好了。烫完然后烫完在旁边放凉，对。好，木薯芽丢进来烫。你不用那么多，是不是？对，好，一点点就够了。OK， 小小的。好，我帮你顾那个木薯芽。谢谢。OK， 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来烤这个馄饨皮。然后首先呢，我们先拿个小汤匙。你竟然会用馄饨皮来做那个底耶，很特别，因为它烤起来就会像有点像饼干那样，然后脆脆的。我们要先在这个烤模里面抹上一点点的奶油。我喜欢吃乳酪饼。如果家里有刷子的话，就可以用刷子，是这样子刷会比较方便一点点。好，所以你只是用模具，然后把那个里面涂上奶油。涂上奶油的用意是因为不要让它等一下粘在一起，对对对，很难脱模，然后可能它皮会粘在这个烤模里面。嗯，眼睛快来烤鹰牙。好的，好，抹完之后，抹完之后呢，就把这个馄饨皮铺在里面。然后记得一定要铺平，因为这样等下成品出来才会是平平的，可以立起来。了解。突然好想喝馄饨汤。那等下剩下来的我煮个馄饨汤给你喝。对对，里面包些那个水饺啊，绞肉，绞肉，绞肉。好。对，好。我都没有。出去。大平。好。少再蛀牙。哦，那其实有个好处，因为馄饨皮很容易就放久会变干干的，对，你里面抹上奶油之后，你看它就会变得很服帖，它就会跑，就是会就会比较好铺平，比较好铺平，对，好，嗯 ，OK， 好，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送进去烤箱里面烤，烤多久嘞？烤5分钟，大概几度嘞？大概180度，180度烤5分钟 ，OK， 好，送进烤箱喽，哎，好。先烤5分钟，好。那接下来你要处理什么？我们先来调个酱汁，好。好。然后今天的酱汁呢，也是就很健康营养的优格酱。首先，我们就先加了3大匙的优格。好，优格。今天用的是无糖优格。无糖优格，对，很健康。但是你用水果去提它的味道。嗯，然后还有一点点的蜂蜜，增加一点点的甜度。哎，我平常在家吃优格的时候，我也都会选无糖优格，然后用蜂蜜跟水果。对，其实里面只要加苹果，加一点草莓，再奢侈一点，再加一点蓝莓，哇，就超好吃的，真的。
但挑优格其实有一些小技巧哦，真的吗？除了无糖之外呢，因为你现在外面很多市售那种优格，对啊对啊，那你会觉得很多不知道怎么买，嗯，那其实你就看它的成分，对，通常如果优格里面啊，通常有的会用那个有的优格会有鲜奶油，就是如果你要减肥的话，你就不要挑鲜奶油。怎么可能啊？优格不就优格吗？它里面会加鲜奶油，因为鲜奶油会增加你吃的时候那个粘稠度。哦，对啊，如果你怕胖的话，你可能在很多的优格里面去看它的成分，有的是没有鲜奶油的，对，然后另外一种有的优格它是用牛奶去发酵。是，那有一种是用那个一半牛奶一半奶粉的，所以如果说你想要选择含钙量比较高的，那大可以选择是全部都是牛奶去发酵。哦，了解，因为我又翻过来说，它们上面有写100%生乳发酵，那就是全部牛奶发酵。对对对，或是它成分上面里面其实它就只有水啊，或是菌种啊，然后还有就是牛奶的部分这样。那我们到底选优格的时候要不要比后面的菌种？因为它都会，其实不用啦，它都会你那样呛名很多什么什么螺什么什么菌，然后什么什么菌什么什么菌的。对，其实不用，因为其实我们人体本来就有很多种类的有益菌，其实你可以各个每天都挑不同的菌来吃，是，但是呢基本上我建议就是说你的成分越少越单纯越好。哦，真的啊？对，就是说其实它本来就优格本来就是很单纯的东西，你自己在做其实你知道用菌种去发，然后一点糖，这样子它就会发酵。我都会挑那个菌种感觉很多的，也可以，就是反正你就是菌种它其实就是你可以每天吃不一样，重点是成分不要太复杂，尤其是有些它可能会加了很多的糖，或甚至有些它是有一些香精啊，或者是说有一些色素，那就尽量不要。了解。加了30优格之后，然后再加一匙的柠檬汁，对，还有一匙的蜂蜜，对，加在混合一起。然后我们的优格酱就完成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对呀，很简单。哦，很简单呢。OK， 好，那接着下来我们要切水果，就把。其实水果的话，大家可以各自变换各种水果，只要是自己爱吃的都行。然后就把水果切成小丁。我会。就是他今天挑的水果啊，都是所谓 GI 值比较低的水果。包括像奇异果啦，然后还有就是他有挑草莓嘛，对，苹果啦，这些其实要减肥都蛮好的。啊，什么是 GI 值比较高的？GI 值比较高的其实就是像葡萄。葡萄对，它是比较特别甜的，GI值比较高的，还有像龙眼啊、荔枝啊这些，或是芒果，是。那它GI值比较高，它会让你短时间内血糖上升很快，又很快掉下来，对。所以小朋友吃的可能会躁动。但是水果其实我们是鼓励吃，但是不要把它打成果汁。有的像GI值比较高的，我们就建议不要打成果汁。如果真的要打成果汁，建议就可以加蔬菜。所以其实刚刚的木薯芽啦，或是有一些加那个精力汤养生汤，它加蔬菜进去，就会把 GI 值降低。嗯，好，了解。所以现在慧慧是把水果都切成小丁，对对，小小丁，这样小朋友在吃的话也会比较好养。好。它这样弄起来颜色很漂亮，对呀，各种颜色刚好都有。好。小帮手帮我一个小小的吗？好。在慧慧在切那个小丁的同时，我们是不是来考一个问题好了？要问大家，也要顺便问一下 Ellie， 那个各式豆类的芽菜富含营养，但是下列哪些食材发芽之后会让营养价值变低呢？把那个皮整个都剥起来。A. 地瓜 ，B. 草莓 ，C. 大蒜。请回答。些食材发芽之后会让营养价值变低呢？把那个皮整个都剥起来。A. 地瓜 ，B. 糙米 ，C. 大蒜。请回答。大蒜。大蒜。因为你不喜欢吃大蒜。我也不喜欢。对，不是喜不喜欢的问题。你喜欢是哪一个发芽就不能吃了？大蒜。营养价值会降低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因为我还要切成，等我一下哦，帮我放在盘子上面。地瓜或大蒜，地瓜或大蒜，因为我看我家好像地瓜只要发芽，我就不会再吃它了，就好了。但是马铃薯发芽才不吃吧？真的吗？对啊。所以你要选哪一个？哪一个？好难哦！你们要选什么？我选地瓜，地瓜吗？大蒜，大蒜。好，到底是地瓜还是大蒜呢？小小的答案是 A， 地瓜。不过地瓜。
瓜是蛮特别，因为地瓜发芽是可以吃的。但它真的营养价值会降低吗？对，其实地瓜发芽代表它已经放很久了，所以相对它可能就是吃起来也比较不好吃，营养价值就会下降。但地瓜发芽确实可以吃，但是我们不鼓励吃，因为表示你地瓜都放很久了。对，但是在所有的根茎类里面，其实最危险的是刚刚提到马铃薯。对，马铃薯一旦发芽，其实完全都不能吃，就算切掉旁边，其实我们都不建议吃。对，要整颗丢掉。对对，它比较容易有中毒的一个疑虑这样子。但是你说糙米跟大蒜发芽的话，听说其中有一个东西是发完芽之后，它反而营养价值会提高。其实这两个营养价值都会提高，但是特别是糙米，像坊间很多它会贩卖那种发芽的糙米，发芽米。对，那它相对里面的 B 群含量会增加，维生素 E 也会增加，还有就是它有个特殊的成分叫 GABA， 那 GABA 它本身会让你比较稳定，然后比较是。它是一种特殊的氨基酸，所以它的量会稍微提高。然后你吃了之后，你会觉得你心情比较平静，然后比较舒服，有点舒压的功能。了解。对，所以其实糙米发芽还不错。那可是因为很多人会喜欢为了省钱，在家里自己发。哦，不建议吧？其实不建议，因为台湾天气很潮湿啊。对啊。所以有时候自己发，然后放在室温，或者是或者放在那个，就是会可能会容易有一些黄曲毒素，或甚至有一些发霉。所以我建议，如果真的想要吃发芽的糙米，其实外面有一些是合格的厂商做的，那它相对它在发芽过程里面它都有控管，对，温度跟湿度，那来的比较安全一点。哎，那如果你这样说的话，大蒜发芽可以吃了。蒜苗啊，对啊，是可以吃的。大蒜发芽就变蒜苗，就是发出来的那个蒜苗。不是，我说大蒜放在那边，它会长那个绿绿的东西。绿可以吃，可以吃哦。而且像我们去吃那个水饺，有时候它摆太久了，然后里面还是有一点点那种类似要发出来的那一种，对，它其实是可以吃的。OK 哦，大家上到一颗了，原来大蒜发芽可以吃，而且糙米发芽的话，发芽米的营养价值更高。但是地瓜发芽的话，建议你就当盆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因为我家的地瓜发芽全部都变盆栽，一盆一盆在那边，很漂亮，因为它会这样子歪歪的，歪歪的，很可爱。好。在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，慧慧也把食材切好了。对，没错。好，怎么弄呢？好，我们现在就把所有的水果都加到碗里面去，然后待会要跟酱料拌在一起。好的。那个先不用，这边就够了。好，我觉得小朋友会选这个，怎么办？小朋友喜欢吃水果，颜色而且颜色好缤纷，漂亮，还有草莓。吃螺是用心良苦设计过，帮我加葡萄干进去。一点点哦，不要太多油。好，好，再一个。好 ，OK。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优格酱啊，还有我们的木薯芽。哦，木薯芽，对对对，今天是差点忘了这个最重要的。木薯芽今天是特选食材，我还以为是做什么，还以为是做什么水果优格哎，很容易被遗忘木薯芽。好，木薯芽一样也要吸一吸，对对对，我们也是把它稍微吸一下。好。好的。ERCFT。好，把它吸吸干。OK， 好。好。好，赶快把它放进来。CHER。好。再来就是淋上我们的酱料了。OK。我觉得你直接淋上去就好了。直接。对。所有。哇。OK。然后拌一拌，对不 对？拌一拌。我们刚刚已经有烤好的，刚刚已经先烤好的那个你的底部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底部烤好之后呢，在里面撒一点点的糖粉，就会像现在这样子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个拿出来，对不对？对，拿出来之后，哎，果然有抹油，很好拿出来，哎，真的，它就整个就定型了，手就拿出来了。对不对？对啊，你看，对，马上就定型一下就可以拿出来了，很美丽的一个形状。Okay, 好，接下来呢，就把我们的做好的沙拉放到这个馄饨皮杯里面。哇，好梦幻的感觉啊！对，很容易自己每个东西就很容易自己让你开心。哇，就很开心啊，就看到梦幻料理的感觉。果然是少女，完成了。OK。优格蔬果杯，好，妮妮帮我分析。
释一下。其实它这个维生素 C 非常高，因为我们用了草莓，然后又奇异果，然后再来又有膳食纤维的部分。其实这一道很适合小朋友，如果饭后要吃甜点，我觉得可以出这一道菜。哦，了解。因为其实有时候小朋友餐中他就会一直排斥吃蔬菜，是，那干脆就算了，我们就放弃，让他觉得在餐后吃甜点又可以吃到水果，但是无形之中又把蔬菜吃进去。了解。所以其实它这个非常好，又适合压力大的小朋友。而且它完全用那个优格的味道去盖掉木素芽的怪味啊，对不对？还有水果的综合水果的味道，我还蛮期待这一道的。接下来呢，就是小朋友的 PK 跟评选时间了。到底今天是 Ellie 的鲔鱼木素芽柳橙棕会获胜，还是慧慧的优格水果杯会获胜呢？待会就揭晓喽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用木素芽做料理，就要来到小小美食家的评选时间。我们开始试吃喽。我们先吃这个好不好？有汤匙的这个好不好？好。开动！我想说为什么大家都不吃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在跟你说他讲说不准下口令，对，因为讲常说他们看都很乖，因为跟他们讲说不可以先吃哦。好吃吗？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乐乐的表情，乐乐的表情，乐乐他讨厌吃洋葱。好吃吗？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乐乐的表情，乐乐的表情，乐乐他讨厌吃洋葱。你看他的表情，他讨厌吃洋葱，但是他还是吃了，超对啊，他吃完之后他就好委屈，超惊恐的脸。好吃吗？乐乐，你还好吗？他整个皱眉头，乐乐心情不好，乐乐皱眉头赚钱好难哦。乐乐，等一下没关系，你吃一口就好，好了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哎，但是 Ella 吃完了耶，你喜欢洋葱是不是？OK， 乐乐你怎么了？乐乐，乐乐心情不好了。他还有还有有，他有尝试，他有尝，他有突破。对，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吃甜甜的水果啦，好不好？来哦，那甜甜的水果拿这个小汤匙吃。乐乐还在吃，他还在吃。乐乐，我可以换甜甜的水果了。乐乐，我们换甜甜的水果好不好？换这个好不好？好吃吗？草莓哦，你最爱的草莓。好。他刚刚在慧慧在做的时候，他就在旁边跟我说：“我最爱吃草莓了。”我想说完了完了，没有草莓很难有小朋友可以主导吧？谁会不喜欢草莓？我吃完，你吃完了。Ella永远是吃最快的，真的，好捧场。乐乐好吃吗？好吃。默默的，再问他一次哦，来，乐乐好吃吗？有反应了，有反应了。他刚刚吃洋葱就皱眉头，他吃很开心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那你要跟怡佩姐讲好不好吃，好不好吃？乐乐啊，乐乐，他很专心，他很享受吃这种。乐乐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你要讲话。好吃，好吃啊，可爱哦，好疗愈哦。阿奇，我知道你觉得很好吃啦，你发生什么事了？他把那个优格加进去，刚刚那个，他自己要做创意料理，他自己创意耶，小朋友厉害哦，小朋友真的很可爱。依依帮我们预测一下，好，我觉得今天这两位青春美眉的创意料理真的可以学起来，两个都其实吃起来都不错，但是呢，因为今天的木素芽确实味道比较重，对，那我觉得 Ellie 她的那个酱汁啊。可能比较没有盖过那个味道，大人是可以接受，但是如果是真的是小朋友的话，我觉得木素芽用优格去盖那个味道整个盖掉，哦，真的，所以它完全是吃不到木素芽的生，所以木素芽用优格是完美，是盖掉整个盖掉，对啊，用鲔鱼稍微还是会有一点点那个木素芽的味道，所以再加上洋葱味道比较呛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其实我觉得小朋友如果吃后面那道优格，如果他吃到饼干，他会更爱，了解，对对，所以我是预估。会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马上来投票了。好，来，还有人意犹未尽，来 Ella 还想再吃是不是？ Ella 你的宝宝过来，右边是那个沙拉，左边是那个有甜甜的水果，你知道吧？知道，知道，你决定了吗？决定。那有没有很难投票？不会，不会。好好，请投票。喜欢洋葱，所以他刚一口就把洋葱吃掉。哎，我觉得乐乐不用投了，我已经知道他要去哪了。我也觉得，你知道哪一个是哪个吗？那个是有水果，左边那个有水果有草莓，右边是那个有鲔鱼的。好，投票。哎，他
他真的知道是哪一个。他知道，很可爱。吃可以回来，他想要吃再可以，我是不是可以拿一个回去？他很好分辨，对，很好。接下来换那个 star 来，你决定了吗？决定了，好，来投票投哪里哈？二话不说哎，好，来班长看你班长来，这个你应该很好投了吧？嗯，哎呦，他第一次肯定，因为他之前真的吗？投不出来，他每次都他投不出来。他会投哪？真的哈，不要告诉我们。好了，你去投票。他要拼着他一个第三个。为什么？凭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自己想要平手。不行这样，不行，不可以这样，你下次不能来，不可以这样。你不能说要平，你不可以决定要不要平手。你要投你自己喜欢的，你要投喜欢的，喜欢那个吗？哦，好，他也喜欢 ，OK， 好，你不要揭穿他，你不要揭穿他，没有，只能说我们的小朋友越来越懂人情世故，这不是一件好事，因为这样子的话就。他们没有办法投出心里自己想要的，但是呢，应该是因为看到漂亮姐姐的份上，所以就两位平手。我们很好，因为很怕你们回去就决裂。好贴心哦，你们，谢谢你们。今天的木素芽的料理，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学起来，因为虽然木素芽有点怪怪的味道，但是如果爸爸妈妈用一点小巧思的话，就可以把木素芽怪味变不见，让小朋友喜欢哦。今天谢谢两位拉米 girls， 谢谢你们。